这个了。你看他的中指在那边。他豆腐是那种豆腐脑的那种豆腐。他一片好大片哦。给你，我敬你台湾黄牛。这里是柳王硬邦邦，硬朗，好尬哦！我是至尊妃，今天呢要来吃，是哪里？哇！今天是来吃尾牙，是新地日常的尾牙，他请我们吃饭，耶、yeah ！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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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们今天要来吃新地日常的新地的尾牙哦，今年是2022，刚好是尾牙这一天。对，今天他带领我们来吃2021、2022都入选500排的这一家老字号，他现在已经开到二店了，是鼎旺老字号麻辣锅，而且他最有名的就是鸡脚。哎，我们光吃人家尾牙就吃了2斤。对，我们真的很多好朋友哎。对啊，那我先来帮大家调这个酱。吃法就是加一匙辣汤，加一点蒜花，加一点白醋跟麻油。它会滚的时候把汤撇，辣油撇开，舀一匙辣汤，把它当酱油沙茶的概念，吃汤很不会滚。蒜花3大匙，白醋3匙，1、2、3，再加上，但是我超喜欢这个香麻油的，我自己要也要加3匙。油撇掉之后捞下面的汤底，然后加到一勺，加到这里。碰杯一下，碰杯一下，希望明年生意越来越好。耶、yeah, yeah. yeah.这个啦，这个啦，你看它的中指在那边，从1只30，现在变吃到35，现在变成1只40，但是它超大只，它这个胶质就是很够，整个黏住，酱香也很够。卤的超软烂，而且不小心还被它中指烫到，整个嘴巴又黏住了。你看啦，这一只它的手指超长的啦，它比了一个4。这个，原来最多只有10次，我刚以为它比5次，因为大拇哥被你吃掉，原来鸡爪只有4只。嗯，先帮大家科普一下，鸡爪只有4只啊。谢谢。这里有纸巾。鸭血 ，Where are you？ 好大声哦！站起来，这里，鸭血。我说等一下要吃鸭血。就用那个臭豆腐吃法，我们就把刚沾的一些老汤底的这个蒜苗呢，加到这个豆腐里面去。小心烫哦。对，小心烫。然后它就散开了，豆腐超软，这根本是豆腐脑儿吧？有一种很真的很嫩哎，它的那个，它豆腐是那种豆腐脑的那种豆腐，吃鸭血了。这个是雪花牛，直接给它加下去了，蒜苗加到满。它这个酱汁醋的部分超提味的，这个大肠头，我再开锅大概不到10分钟，先捞出来吃一吃看看，如果还有点chewing gum的感觉的话呢，我就会再让它煮一下。如何？嗯，chewing gum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是黄牛肉，然后油条。OK。对，花枝姜呢是那个这边很算很特别的，然后就很好吃，也算是特色。没有，好像加到2片糟糕一样。就是在那个我的这盆上，他可能还想要再打别的工。烟雾太大。我们先给那个，就是那个希望今年是
变成三重星座扛把子，扛把子。它一片好大片哦，给你笑得更僵了，这个超棒的。就给它用一个七上八下模式，然后烫到那个粉红粉红的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加到蒜花这个酱汁里面。黄牛呢，它的那个口感呢，就是比较有嚼劲一点。是不是台湾黄牛都一直在做运动？很瘦，很瘦，很精神，很精神。我这肉汁很好吃。对，有个香气，它有一个香气。我敬你，台湾黄牛。牛油毛，它的米血糕为什么可以这么软？哦，好烫！哎，真的哎，煮三五分钟就很软。这个花枝姜呢，是这边很算很特别的，然后就很好吃。我点的是花枝鲜虾姜，网红手，网红手。再让它的缝隙中再加一点蒜花，那个花枝 Q 度很够，然后虾子的味道就是在从那个花枝的 Q 度中间再散发出来，蹦出来，就这个白汤啊，在豆皮啊有一种烹搭式感。我觉得白汤有胡椒味，有吗？油条啦，听说 Cindy 很会煮油条，隔壁好热闹，外酥内软。CEO 超喜欢吃一些莫名其妙火锅料，然后正肉都不吃。所以你知道我吃三点火锅都很痛苦，因为他一份料就好吃的。哎，真的外酥内软哎，超好吃的。这油条的品质好，因为它也没有油耗味，然后再加上又会煮的人，好厉害啊！排骨酥跳海，排骨酥跳到花海里，算花海。现在我们真的都没有跟新币这样吃过饭，之前都在阿兰那边吃饭，好怀念哦。香油跟醋呢，是要把它的那个辣度呢再稍微减掉一点。这是牛肚、蜂巢肚。那我觉得你先准。它蜂巢肚的那个没有蜂巢，那一边有软软嫩嫩的，然后有一点胶质感，然后像说，然后不会觉得纤维感很这个数字是我的超入味。好了，来吃看这个大肠头嫩不嫩。然后吃到最后一块的时候，它刚好好。火锅的乌梅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难。赞，好喝啦！谢谢 Cindy 请我们吃味，谢谢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哦，超好吃的，超赞的。不知道要再讲什么，谢谢 Cindy。Cindy 说他今天不想入镜，但是我想说到时候，我到时候把他弄进去，然后看他打一个马赛克，然后打在这边。你要帮他变身吗？等一下泡一泡牛奶。快放牛奶再转，再舔一舔，再舔一舔，然后就烫伤，谢谢，然后牙齿就黑黑。